剧组带来这首《爆笑短剧约会》，希望呢大家在约会当中不能插嘴呢哦，那是爆笑剧而已，对不对？哇，赞，对不？来，台下掌声。哇，来，因为这个我为开始到今嘛呢，大家蛮跳的舞蹈啊、手语啦、啊、爆笑短剧啦、啊，大家都做活跃，所以大家甜不甜蜜呀、啊？甜蜜吗？有无？刚刚做甜的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哇！那阿妈公务在做，阿公嘛公务工作的嘛，所以我今年不继续，我嘴都无，阿无我先带给大家，所以我们就请到了甜蜜蜜，真的就带来这首甜蜜蜜的歌曲，来，我们掌声鼓一下。Thank you.
前面。